连鞋底标签都没撕，据说世界的，这算啥？还有女星穿山寨的呢。故事还要从当年说起。那一天，风和日丽，范冰冰带着小刚同志，哦，不对，是冯小刚带和范爷一起出席了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发布会。本来也就是大家聚在一起，和媒体一起来一场轻松愉悦的商业互吹就完了。大家看，小刚同志还是很惬意的呀，小编看着都觉得范爷快哭了。可是就在大家快要欢乐地结束这场例行会议之时，有眼尖的小伙伴忽然发现范爷的高跟鞋底连价格标签都没扯下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。啥？范爷的鞋子是借的？我不信，范爷那么有钱需要借？一定是逼上去的。舆论就是这样的一边倒。然而小编撩了下袖子，拿出今天特意准备的演讲稿，女明星和名牌衣服之间的故事。说起来大家可能真的不信，但其实借衣服这种事，对于长期活跃于一线的诸如范冰冰、李冰冰、白冰冰、夏冰冰、王冰冰等等等等冰冰来说，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啊。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，就是他们需要参加的各种活动、颁奖礼什么的，简直就是多如牛毛啊，一天去几个都是有可能的。但你总不能穿中了吧？不穿中，这一年365天那么多衣服哪里来呢？当然是借卡。为什么不买？当然是因为贵。大牌礼服的高定，动不动一件就要10万美金，一场活动一套，就算是大牌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，不是牌的就更加吃不消了。为什么不自己做？当然是因为周期长，定制一件礼服，人家纯手工的，动辄几个月啊。除非你要去戛纳、奥斯卡什么的，平时的小活动哪有那么多精力哦。所以许多女星出席活动的衣服、鞋子什么的都是借的，或者换个说法，品牌赞助的，穿完了需要还给他们的。周迅这件缀满羽毛与珠片刺绣的婚纱，来自 CHAIME 2014春夏高级定制系列。那么具体怎么借呢？出借的这种衣服一般都是大品牌的产品，所以加起来的价格也不便宜。但一般只要你和他们关系比较好，超一线明星，他们都很乐意借给你的，毕竟都是免费广告嘛。当然要是你是他们的代言人，那就更加不用说了，随便选，随便拿。比如周迅出席什么活动，香奈儿就很开心了，移动的免费广告牌来了呢。那么如果你既没有代言又不是一线怎么办？出中介费，找时尚圈的设计师什么的帮你去租卡。当然除了借和租，还有一种衣服叫山寨。令人印象最最深刻的例子是15年上海电视节目上，唐嫣很开心地穿了一件 Eli Saga 登场了，而且工作室也很自豪地发了微博。然后竟然被许多网友指出是山寨的，最后证实竟然是还真是山寨的。之后唐嫣的工作室虽然出来致歉，
也澄清是被造型工作室欺骗，财务穿了山寨礼服，但小伙伴们还是被震惊了。当然，说起山寨礼服，还有一位女星不得不说的黑历史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但确实是大家的神仙姐姐刘亦菲。看完了请大家点个赞，小编可是顶着破坏大家心目中神仙姐姐的形象，冒着被大家砍死的危险揭露了事实啊。